再调光。等一下。我这穿，这么穿都不行，我的天哪，你们穿衣自由。今天换了一个直播的位置，哀家在这里放了一个沙发，觉得是一个解锁新的直播场景。谢谢奶茶，就是有点，就是有点低，感觉我就坐在地上似的。我就在这儿补的喝水。对，今天白天那照片还在这儿。我们房间的新布置。晒一下。波斯猫。打算带我们秋雨去参赛，要不要去参赛？你要不要去参赛？要不要去参赛？我们可以参赛了吧？这个猫，哎呀，这喝的满身都是水。我今天也是灰色的眼珠子，我的外套呢？这个不会，这个是，而且这个不是我看抖音什么广告买的，是实体店看着买的。唉，果然还是，谢谢波波山伯爵。唉，打广告的都去打广告。是我的声音，可能它变声了。那个不算旗袍吧，那个就是吊带连衣裙啊，还能美瞳试戴，不能试戴，它有一个那种眼珠子模型，它会把它盖在上面看一看，但其实做不了太多参考价值，因为每个人的眼珠子都长得不一样，完全不宣传。对啊，好神奇。没有一点点准，对啊，所以不要让我再多吃一点了，我现在刚刚好。谢谢。对啊，长沙拍的，没有说我自己的声音变音了，变声了。
我觉得刚刚好。给你们看他的表演。这个是谁呀？这个是谁呀？怎么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？我平时不太给他吃零食啊，表演给你们看。他不能吃太多，他够胖了。我这个是用来奖励他的，我不是直接给他吃的，我用来奖励他，就是他不喜欢擦眼睛擦耳朵，擦一只眼睛我就会奖励一颗，然后擦一只眼睛奖励一颗，擦一个耳朵奖励一颗，就是奖励他，他就是那种乖，我就奖励他。就是他有主食吃啊，要不然他挑食。吃食他本来就挑食，不能吃太多零食。会不会呼吸症还好？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挠脖子。这是波斯猫哦。波斯猫比加菲猫还难养。需要打点光，我要需要离光近点，要不然显得我好黄。来，因为它的毛。哎呦喂，太不小心了。把水碗打翻了。明天几点啊？我晚上有课，没有穿那个衣服。他不太喜欢这个衣服，因为有一点点像伊丽莎白雪纳，因为材质是硬。我好像上课。所以我每次一拿出那个衣服，他就跑。而且它毛长，如果一直戴着，这就会打毛结。没学会就播，我才不信你们肯定会播的。
什么打湿了，为什么变红？什么打湿了什么？啊，还有歪歪，我没有歪歪，我去给他换个水啊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今天居然都没有什么人直播，嘿，这个是我新买的。哟，你们怎么知道他在喝水？连，对，我就看连麦的，好像都是什么 BJ 的，他们是不是也刚公演完？听得到，这个听得到。我每次他喝水，我就会抽一张纸放边上，等他抽，等他喝完了，我就给他擦一擦。你看他喝的多是，他毛上，他喝个水，毛上的水，他很喜欢喝水。为什么不看？去看一看我没什么。对，他很爱喝水，比我还爱喝水。他一般来说等我擦完没多久他又要喝。我挺喜欢喝水的，我喜欢睡前喝水，还有起床喝水。就是别人可能会说睡前喝水什么会不会肿什么的，我反而以前不太喝水的时候更容易肿。就是水肿的原理是
水肿的原理是两种，我怕你们听不到。水肿第一种就是你水 喝太多了，你喝太多之后不是直接吸收导致你水肿，是因为它堆积在膀胱里，然后你没有及时的上厕所，然后它就反肿。但是还有一种原理就是你太不喝水了，你太就是你太不喝水了，就整个新陈代谢慢了，然后反而会肿，就是你喝水喝少了会肿。然后如果你喝水喝得多，反而如果多去上厕所的话不会肿。但是如果你晚上喝了水，然后一晚上就是可能膀胱堆积，它反而会肿。我以前也觉得我肿是不是因为喝水，但我发现我那个时候不怎么喝水啊，然后它就会肿。后面我反而睡前喝水就没有那么容易肿，真的。膀胱为什么是限制级的？什么时候膀胱都变成限制级的了？对，和体质有关系，我是比较容易水肿的体质，新陈代谢会比较慢。我搜一下，因为这也是我在网上知道的一个知识点，我要搜一下是不是真的，就是不喝水会水肿。对，因为水分不足无法新陈代谢，导致盐分滞留在体内，会让水肿现象更严重哦。消水丸试过，消水丸很有用，而且消水丸它不是它的效果和咖啡差不多，但它不会像咖啡一样让我睡不着，好像是日本，但好贵哦。就是日本的，它是一条一条的，好用，真的，但它不会让我心脏咚咚咚，就不会有咖啡的那种效果。他说我像 Emily。Ably 漂亮是漂亮，但是他说我是女装大佬。没有，剪剪刘海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没有看出啊，剪短很多哎，比昨天。我也不能一直换衣服。
我没有那么多衣服。最近话有点多，有可能我坐在这儿，是我的衣服，这是我就是我在网上买的连衣裙，我没有想要这个节目穿的，然后我昨天在试穿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哎，这个好像很适合黑玫瑰，然后今天就穿了。不是旗袍，我根本就不是因为这个节目买，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条裙子好看才买的。但是买了之后还是比较适合舞台一点，感觉私下穿还是有点怪。不是自费买衣服，不是，我不是为了黑玫瑰买的，我只是因为这条裙子好看我买了它，买了之后突然觉得适合这首歌。你厉害我也厉害。还行吧，谢谢小王的夜蝶。上回比昨天熟悉点，确实。昨天还跟我，对啊，因为等，就是我回到广州时候，他们已经全部排完了，所以我是当天才跟他们一起合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自己就是会中途断，就是断片忘记位置，结果我一整串都顺下来记住了。因为我们都会有课表什么的嘛，然后那天上课我到点了，我下去空空如也，然后我就在我们八班群，我说、今天不上课吗？不是上课吗？然后他们说今天不上课，我们已经排完了，我就哭。然后就当天和大家合了一下，就是那天我跟你们说第二天上课，然后第二天突然跟你们说不上课的那次。对对对，这个表情。还有，我今天换一整首歌，就是不知道为，好像按照姐姐说法，应该是耳返声音太小了。就是耳返声音开的不够大，导致我上场之前确定过里面有声音，然后音乐一响起我就完全听不到，但是我很担心的听了一下回放，感觉还行。都在调上，谢谢你对我至高的夸奖。主要是今天还是在听不到声音的情况下唱的，这两天的视频都好看，因为很久没有买新视频了，都是新买。总觉得应该做一些变化，
但是我失策了，我应该买红色蝴蝶结的，我忘记自己黑头发这件事情了。就我觉得黑色的丝绒显得就是精致好看一点，但是我忘记自己是黑头发这件事情。完全看不出来，等我以后染头发了再戴它。头戴的发夹，那个是后台就是放在那儿没有人认领的，我就把它戴着。但是虽然说黑色的好看，我觉得买东西还是得考虑自身，就比如说我黑色头发这样。他在路过，我在逗他。我正在摸他，他刚吃呢，他喝完水就去吃东西，他不会饿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周跳的有点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感觉也没有很久。哦，这和打了疫苗是不是可能会有关系啊？我忘记这件事情了，难怪我这一周跳的我好累啊！哇，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打了疫苗这件事情。我这周我说天哪，人真的不能断公演。我就去了一趟厦门，我回来真的，我跳公演我感觉好累呀。我以为是因为我一周没上，一周没上公演吧。然后我现在突然间想想，是因为疫苗，难怪我这周好累啊！我这个舞跳的我真的是，我这到现在都会有种，你们懂吗？就是跑了2400的感觉，跑了2400体育课回到寝室的那种感觉。两周，因为待在上，是吗？好像是的，我两周没跳公演。我以为是因为这个，谢谢豆狗子，谢谢。然后我就以为是因为这样，但是我又想了想，我想我至尊那会儿也很久没上公演啊，都还好。大概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疫苗吧。我已经第二针了，这是我的第二针，我厉害吧？说实话，打针的感觉，第二针比第一针打的时候感觉明显，但后续的我反而第一针比较明显。我第一针我胳膊酸了快2个星期，很酸，但是我现在就碰它稍微有点，谢谢小鸡毛，我现在碰它稍微有一点点酸感觉，但没有特别的，就是明显，没有第一针的时候那个酸的明显，但其他感觉就还好，就除了跳公演的时候好累。但是打第二针的时候打进去超级痛，痛的我都就刚打进去还好，那一阵就这个样子。
但是我是做过心理准备的，有人就是有人说过打这个疫苗会，谢谢郭老师，打这个疫苗是会一次比一次痛，我想第二针据说比第一次痛，然后我就打进去，然后就刚开始哎还好啊，哎呦，就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，我第一针打着我觉得没什么感觉啊。不跟手法没有感觉，就是它针扎进，感觉有猫毛，就是针扎进去是不痛的，因为它那个针其实很细，推药进去痛。我真的感觉进猫毛。真的，你不痛吗？真的。什么纯就是很难讲，因为痛觉这种东西是会被遗忘的，就是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可能当时会觉得很痛很痛很痛，但是等你回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还好，就痛觉是会被忘记，就我只记得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痛。我的眼妆，我觉得是这个，好，挺好看，眼珠子。但是这是最后一副了，我是在上海的实体店买的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副了，没啦，最后一次看这个，他在磨爪子。今天我觉得。80%的有效妆了吧，网购不行吗？我不知道牌子，真的觉得有点进猫毛，但是我没有眼没有镜子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吗？我不知道。谢谢，轻弹动火花一点。我没有记牌子。这种差不多的应该挺多的吧。今天播到12:30吧。盒子丢了，对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，谢谢小狗狗，小狗狗，小狗狗。哼，怎么可以叫人家狗东西呢？人家明明是可爱的小狗狗，小狗狗，小狗狗。仿剧，他又在喝水。
所以我现在给它装水，我现在给它装水我都会装少一点，因为我发现我给它装多了之后，很多水不是被它喝了，是被它的毛给吸走了，就多的少量多次。现在头发这儿，这儿其实也还好。我下场公演，我下场公演不接头发，试一试。很久没有不接头发。智慧树，这个就是智慧树呀，你记得吗？就是长在这儿的呀，智慧树呀。为什么会有皱数？就是头发它给我漂的时候没漂好，导致在根部上断。都很真是吧，物美价廉。我发质很好，我自己发质超好，油光发亮的。扎丸子头是我真头发吗？是是，是厦门，不要跟我提这两个字。对，这本来就是它定型的。造型姐姐好厉害，我很喜欢她给我扎那个丸子头，因为假发，假发她看着不真，她怎么做生意怎么卖呀、啊？假发她致力于追求就是象征的呀，要不然的话她做假发干嘛？我头发没有这么短。我好像挺适合这个发型，我挺喜欢自己这个发型。是不，因为我这个是发片，不是整个发，那头顶是我自己的头顶。刚刚有人问过啦，就是卷的。对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挺好看的，但是它已经是最后一副了。回购，我在上海实体店买的。盒子早丢了，这是最后一副用完了，和昨天那个不是同一款，昨天那个是网上买的，新买的，新尝试。
昨天那个对容易干，今天这个就像我现在戴到现在都还好没什么感觉，我昨天直播的时候就不行要摘了，会静电吧应该，我现在有时候摸它都会静电，会真的，因为我平时用的美瞳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干，我昨天戴着就特别明显感觉。今天的歌都不是，我是在那这个，就是这个隐形眼镜呢是在，就是那种一般卖隐形眼镜店，它是一个集成店，就是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牌子的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店都是集成店。谢谢玫瑰花。只能哭笑看你走，来不及算了，去身上说不来，反正就是卖美瞳店，它都是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牌子美瞳，它不是专门做美瞳，它就像一个代理。我喜欢按牌子买还是按颜色，按花纹来买，就是我知道自己适合怎么样的花纹，因为戴的多了你就会知道哪些花纹是自己不适合的，哪些是适合的，我是按花纹来买，首先是花纹，其次是颜色。对呀，纹路是不一样的。豹纹美瞳那都是10年前流行的了。10年前流行隐形眼镜上印着一个 Hello Kitty。真的，我们初中的时候，谢谢星星，就是这一圈 Hello Kitty， 就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Hello Kitty， 中间都是空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这种东西吗？你们真的不知道，好神奇哦。是这种发色比较适合灰色，黑色的头发好像不能太深，会很死板，就是这种带点灰的会比较好。初中，所以我说10年前有错吗？我都说了10年前了，不是我初中时候吗？10年前都要到我小学了，我说10年前有错吗？还说我初中的时候，那都几年前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我再说了，真的，我妈妈就是这样。
我初中不潮，我不戴美瞳石。谢谢 Jackie Chu， 谢谢。他现在不会看的，太晚了。谢谢 Jackie Chu 的魔法棒，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女生，她戴美瞳，所以我才会了解的。就是每个人班上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就是在学校里就名声在外，就是在学校里名声在外，超多男生追，然后男朋友是那种高中部的那种女生，我就读书读书读书。我就是那个女 N 号，就是她的室友在边上，哇，你的美瞳好漂亮，这种就是那种能分几句台词但是没有名字的角色。你们初中化妆那有点过分了吧。啊，化妆，化浓妆女生，那如果是我，我都不敢跟她说话。我觉得初中就化妆，好可怕呀，混社会的样子。我会不跟她说话，我会觉得她是坏学生。现在初中女生都化妆啊？真的吗？不可能。真的哈，就你这个年纪，我不太相信你说的现在初中的潮流是什么。谢谢鹿岛明夏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，你爱就来，不爱莫猖狂。准打耳洞，我小时候跟我妈妈说，我小时候跟我妈妈说，她在干嘛？她在如厕。我小时候跟我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想打耳洞。妈妈说，啊，怎么可以打耳洞？就外地人才会打耳洞。我就啊，是吗？然后我就一直没打耳洞，直到我进团很久之后。不是不是，就是意思是说，我意思是说，我们台州人没有打耳洞这个习俗。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说外地人那种少数民族的才会打耳洞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打，直到为什么你知道我打耳洞的契机吗？就是我们拍公式照拍声鞋，公司会给我们准备饰品，然后你有耳洞的话，你就可以有很多一点的选择，就是你可以选择耳钉款或者耳夹款，但是你没有耳洞，你只能选择耳夹款，就很局限。不是，就是因为少数民族他们不都是那种银器什么这样戴起来吗？他们就会打耳洞。不是歧视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就少数民族不都这样吗？就是说他们只有他们才会从小就打耳洞，然后就是为了工作我才去打耳洞的。真的就是反正我记得是少数民族就从小就会打耳洞。我一边打了一个啊，就是拍照的时候能带饰品就好了，我打耳洞又不是为了那些非主流的什么理由怎么样，我打耳洞只是为了带饰品。
器写 convoke 一的一点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挺适合这种一长条的。他上桌上房揭瓦了，可现在看到他爬上去，我就回想起他把我关东煮弄死了。他现在就眯着，应该在睡觉。他白天我不在的时候，一般也都会睡觉。发夹不太夹得了，因为我这个发片它都夹在头发上，如果再夹发夹，其实我头皮有点难受，不舒服。自动玩具到了，在楼下，我还没拿快递。他从小时候就长得跟我像，我买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像，我才买他的，要不然他为什么叫琼宇？我就是觉得哇，他跟我长得好像啊，我就买了，就觉得很神奇。甩着不会痛吗？会痛，所以你们看我现在一般跳舞，除非我是自己短发才会甩头，就不太甩头了，因为这边如果甩头会整片很难受的。为什么你们一直说什么赛级超赛级呀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赛级，波斯猫猫是。抖音赛季波斯和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？那我真的带他去比赛了。真的，我也想看。你在抖音 at 我的吗？我还是会看抖音的 at 的，因为我抖音 at 比较少，我会看。越远越晒。啊，绝育的猫不能参加吗？高端玩家团，不不不，像我们这种不懂的也会玩，也会养波斯。对呀，为什么绝育的不行？好的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